不画了，今天没灵感，改天再画啊。剧哦。想不想画画看？好啊。换你，你也签名。你喜欢海啊？不知道哎，我没有看过。阿明啊。明天就要开学了，你寒假作业写好了？嗯。哎，什么？你哦，放假都在做什么啊？你每天都叫他去茶园帮忙，他怎么会有时间写呀？还有多少没有写？国语、算术、毛笔字、作文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去作业赶快拿出来。你这个孩子哦！啊，下去啊！阿明啊，六乘七是多少啊？四二。四二。嗯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短短的寒假一下就过去了，校长相信每位小朋友都过得非常的充实、快乐而有意义。在寒假期间有帮忙做家事的小朋友，请举手。嗯，很好，请把手放下。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位新老师，这位是郭云天老师，他将担任本学期的美术代课老师。郭老师是大学美术系毕业的高材生，这次能够邀请到他是我们的荣幸。安静，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在上郭老师的课，哇，这才要好好听老师讲课，他画得好棒哦！美术课一直由李主任负责，这个学期开始由郭老师带大家上美术课，让我们鼓掌来欢迎郭老师。参加全县的学生美术比赛，
所以学校准备要开办美术特训班，由新上任的美术老师来担任指导。那全班呢要选出两个同学来代表参加。好，那新当选的班长跟副班长上来主持吧。那我们现在来选美术班的代表两名，有没有人要推荐？我推荐林志宏。我推荐林志宏。我不要。算了。我推荐谷阿明。刘志坚，你推荐谷阿明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他叫我推荐他的。谷阿明，我们是在选班代表哎。我知道啊。可是。放心啦，我和新来的郭老师一起画过哎，他还称赞我的脸。好。除了谷阿明以外，还有没有人要推荐的？没有，那我们现在来表决咯。赞成谷阿明参加美术特训班的举手。心啊，你看你看，你叫还有生儿子的命呢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回去叫你媳妇儿要睡东边。哦，这样就能生男的喽？这个我不敢保证的、啊。你干嘛一直偷看新来的郭老师啊？哪有啊？好像城市来的男生气质就是不一样哈、哦。你说什么？果然是他。啊？哦，四年一班郭阿明。你认识谷阿明啊？嗯。哦，我记得谷阿明说他跟你一起画画过。那他画的怎么样？你看，他把门神啊画成了小丑的样子，多么有想象力啊！你不觉得吗？
我不知道哎。嗯，那你为什么选他？我通常都是尊重学生的意见，因为少数服从多数，我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听我的，这样比较公平。感谢老师英明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放心，把古阿明交给我，我啊一定会将他的天分充分的发挥的。郭老师，你不要一直说古阿明嘛。你也称赞一下林志宏嘛，人家可是本校美术比赛常胜军哎，还是林老师的弟弟。四年一班导师林雪芬。回家去。我还不能回家，我是四年一班的代表。你怎么可能当代表啊？我真的是四年一班的代表啊。哎，郭老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郭阿明，找位置坐。谢谢老师。今天啊是美术特训班的第一堂课，先请校长精神讲话。各位小朋友啊，你们身为班上的代表，所以有义务为班上争光，要跟郭老师啊好好的学习，每一笔都要认真严肃的画，听见没有？听到。画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太严肃就画不出来了。第一天上课就迟到。哎，我说主任啊，郭老师是个艺术家嘛，他习惯了自由自在啊。我是怕他给学生带来坏榜样。不会啊，他对教学啊还蛮有想法的，人也很认真啊。认真是该多一点，想法应该少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云。对，那这一大片呢？天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光。那所以老师的名字呢，就叫做天空。光源。对。光源。光。没错，所以老师的名字叫做光源。对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既然呢我们是图画课，所以呢现在自我介绍当然呢也要用画的，没错。现在呢就换你们画名字给老师猜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帮你想。不用了，没关系啦，有难同当嘛。林志宏。
宏，志宏，啊，我想到了，啊，真的不用了啦，没关系啦。四，啊，红色字，志宏，你别管我啦。怎么了？我还没弄好的东西。我只是好心想帮忙啊。林志。颜色颜色。哦，林志宏，很好啊，老师看懂了、啊。这么丑。这么丑啊？如果你不喜欢这一张，再画一张给老师看好吗？各位小朋友，今天的题目啊和美丑无关哦，今天是画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只要你们画的让老师看懂了，统统可以得100分。林，好帅哦，是很俊。俊，那这个下雨是雨盖林的林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哦，好，林俊林，好。100分。蔡中刘汉呢？哦，蔡中汉。好，100分。这个是陈宝。陈宝，陈，这是家庭。家庭哦，家，陈家家。错，是陈廷家。哦，陈廷家，嗯，好，100分。哦，张时庸。对。好，100分。张林，林，嗯，好，很好，100分。古阿明，好，100分，很好，老师看懂了。要早上就吃完了，全身还是很烫，整天都在昏睡，车前草也吃了好几回，就是高烧不退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到药店再跟老板拜托一下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就算还没还，我怎么跟人家说？人家在开药房，又不是开善堂。人各有命，阿生，生死就看他自己的了。要死了！你在胡说些什么啦？一根草一点路，阿生生在我们家，就是有缘要跟我们在一起。你怎么可以说生死看他自己的命啊？你呀、啊，告诉你，老天有眼了、啊。你跑去哪里玩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不想做代表，放学我留下来参加美术班一起画画啦。那是要干什么？因为有学校比赛的啊。哎呀，阿明啊，你那么棒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啦。画图是有钱人家的消遣啊，你乌鸦也想学凤凰飞？穷人家要认真读书才有前途的。我不准你去画什么图。放水回来，赶快帮奶奶喂猪养鸡。我们老师就是有前途的画家啊！你还敢跟我顶嘴？你给我去外面罚站！哎呦，好了啦，要吃饭了。啊，不用吃了，省点米啦，还不快去！不吃就不吃，我买蜡笔啦！老子没钱啦！做得要死要活的，为什么还穷得跟鬼一样？
有请天兵神将、众神明慈悲为怀，指示您快快带领杨氏人神魂清醒。是你去年画的、啊、是啊。虽然这个地方都一样，可是因为时间的不同会发生不同的故事，也会出现不同的人，还有天气啊，跟我们人的心情啊都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的画几乎都一模一样呢？我不知道哎。丢掉，丢掉，丢掉！明了，拜托神明保佑我弟弟赶快好起来。阿善很乖，你们一定要保佑他哦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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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。好啊，各位小朋友。今天我们要画的呢，就是风。那夏天的风。好，那高温有38°C 的风。那树兰国小的风。树上吹来的风。
就是乌漆嘛黑的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阿生就是被你这些土吓死的了。阿明啊，过来，跟你弟弟上个相。师兄啊，土再压紧一点。死了，我爸说这是我画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害死弟弟的。我没有要害阿生的，我只是想画神明保佑阿生的。阿明，老师，人死了之后去哪里？啊？我阿妈说，除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。还有两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，一个是坏人去的，一个是好人去的。欸，可是阿嬷又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变成另一个人回到这个世界，难怪阿嬷每次都说不可以乱杀生。欸，小心，可以撞。很久以前，人们还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像这样子一样那么平。地球是圆的，不然怎么叫地球？对哦，老师小时候真的比较笨，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因为怎么看地球都像是平的一样。460块钱。阿明，来，老师送你一盒蜡笔。谢谢老师。阿明，不该用跑的，我们要进走，进走要走的啊。来，谢老师大，要去走。玩到都忘了时间了，快点快点！我们家阿明整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，恳求神明保佑，赶快把我孙子平安带回家来。总算回来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找你一天了。家里啊，才刚走了一个，你要是再出事，你叫你爸爸怎么办呢？你跑哪去了？我，哎，你到底跑哪去啊？是。
对不起，是我带国民出去玩的。好了啦，等一下你爸回来哦，你要好好跟他讲哦。好。阿明，阿明，你这个孩子，你跑到哪里去啊？我找到你一天。好了好了，别骂他了，是郭老师带他出去玩的。古先生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郭老师，改天要带孩子出去玩，你也约我们一下嘛。以后要出去玩，一定要先跟奶奶讲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郭老师，里面坐，里面坐了，来喝茶，喝茶了。你知道现在是茶园最忙碌的时候吗？村子里有很多人家啊，都是跟古阿明他们家一样，靠种茶为生的。那种茶最需要的是人手，所以有很多人生小孩是为了增加人手来帮忙家事。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哦。如果你今天有看到古阿明他爸爸的样子，你就会知道他有多疼这个孩子。对不起。我没有怪郭老师的意思啊。没有没有，是我太疏忽了。其实我们做老师的，除了教会孩子们算术跟国语之外，还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身上背负的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还有未来。嗯，跟林老师比起来，我实在是太失格了。因为我每次跟国阿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把他当朋友一样，我都忘了他是一个小孩子。小朋友坐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老师准备了一些全世界最伟大的画家的作品幻灯片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告诉老师你们的感想，好吗？第一张呢，就是达文西的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。我有看过。你现在有看过啊？太好了。这一张呢，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微笑哦。你们看她的眼睛，要仔细的看哦，是不是很美啊？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看，她都好像在一直对着你微笑呢。他是老师的初恋情人哦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张。这一张啊，就是米勒的《十岁》。
家里有没有人种田的啊？老师，我们家种茶不种田。所以我们都知道种田的人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这画里面的农人们都在捡拾那些剩下的稻穗，可是呢，米勒啊最喜欢他们这种工作的样子，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些农人工作辛苦的样子很美哦。好了吗？那我们换下一张咯。这一张啊，就是维梅尔画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。你看，维梅尔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女孩子她回头看的时候的眼神。可是呢，你们觉得她眼睛在看谁啊？看老师，她喜欢老师。她喜欢我啊？她要过来，要过来，要捉她，捉她。来看下一张了、啊，这一张是梵谷的向日葵。我没有，对不对？他很喜欢黄色，对不对？他花用黄色的背景呢是什么？黄色。对，也是黄色的。可是呢，你仔细看，他花跟背景还是分得很清楚哦，花。背景也来了，花背景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画家在生前都没有人理他，可是死后啊，却大大的出名哦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张啊。这一张啊，就是 Picasso 的《哭泣的女人》。哭得好惨哦。哭得很惨啊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啊，是因为毕卡索他这一辈子交了很多女朋友，可是呢，这一个就是他最喜欢的第四个女朋友哦。但是后来毕卡索还是爱上了别人，所以啊，这个女生就哭得特别的伤心。毕卡索啊，可是近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哦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张。那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这个叫阿维农的少女。他也是毕卡索画的啊！哎呦，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哎！郭老师，郭老师，换一张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换下一张啊！你知道郭老师是怎么教那些小朋友的吗？他给那些小朋友看新鲁冰花，不看路的。主任呐，你就不要用紫色眼光去看嘛。行吗？好，停。
了，豁出去了，要不怎么是兄弟？时钟，坐。哎，不用。坐嘛。不用，不用。这只鸡我自己养的，送给你。哦，阿兰，鸡抓到厨房。哦。时钟啊，最近你茶园状况怎么样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茶虫好多，所有的茶叶都快被吃光了。这样。我和我老婆小孩用手抓，怎么抓都抓不完。我看隔壁阿友茶园喷那个农药很有效，我是想说林议员是不是可以？你想借钱买农药？是的。师兄，你之前借的都还没还，你用今年收成的茶叶恐怕都不够抵，而今年的地租呢，像你这样越欠越多，我想了都会怕。林议员，快去洗脸，过来吃早点了。阿敏，今天不用去学校，来茶园帮忙。是别人茶园的茶虫都跑过来，是不是？怎么抓都抓不完。啊，不行啦，我要去美术班画画。哎，早就说过不准画图，你是听不懂哦。我去啦。不准去。今天帮忙一天就好了，阿明乖哈。好啦。那就拜托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妈。哈、嗯？主任他来干嘛？哦，他来找你爸爸，帮他说门亲事。说谁呀、啊？啊，就你们学校那个翁秀子老师啊。哎，雪芬啊，你千万别说出去哦。不行啦，秀子又不喜欢主任呢、啊。哎，没在一起怎么知道喜不喜欢啊？感情可以结婚以后再慢慢培养就好了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管他什么时代。儿女婚事，听父母决定就不会错。我们家是没有在流行那一套自由恋爱。雪芬，你不要以为爸爸什么都不知道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好了啦，别人说什么是他们家的事。我是怎么啦？Thank you.
刚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就被这里的青青吓了一跳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想到梵谷的星空，原来星星的存在感是这么一回事。怎么回事？绝对不会消失的感觉。我以为眼睛看得到的都画了出来，有时候太感动了，反而难以下手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怀疑我来到这里可以做什么，直到我喝到这里的茶，然后看到这片星空，还有见古阿明。古阿明的特别多少跟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吧。郭老师，你知道古阿明的奶奶是我们村子里很有名的老太太，村子里所有的疑难杂症都会找古婶婆商量解决。我曾经遇见古婶婆带着古阿明帮他弟弟收魂，这种仪式啊，这城市里已经很少见了。我看到的时候啊，还很震撼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个伐木工人，他被大树压死了，听说连脸都被压烂了。我们乡下人说，死了以后要埋葬，那尸体一定要完整啊。像他这样子，连阎罗王都认不出来了，怎么投胎转世？后来啊，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连男人都没有人敢出面替他，就是帮他把脸。后来你知道吗？大家后来找到古婶婆啊，古婶婆一来就把她针线包拿出来，然后把针拿出来，线啊这样穿过那个针，然后捧着那张脸，一针一针。把脸给缝回来了。那个时候我躲着看。古婶婆真的很了不起哦。古先生，谢谢，我们先走了。谢谢，你们早啊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韩俊奇，还笑？林老师，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呀？郭老师，郭明，我们来做家庭访问啦。郭明两天没来上课，我们来关心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林老师，家里人手不足，老师你好，我才会叫阿敏来帮忙啊。老师，郭老师，你怎么来啦？来看你不来画画在干嘛？都是我爸啦，不让我去上课，要帮我抓茶虫。哦，那就没办法喽。我也来帮忙好了。老师，这里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是读书人。不要做这种事，古婶婆，没关系啦。阿明，你教我是怎么抓？就这样啊。好猛哦！老师，这里。这样太乱了啦。
林远，你好。你好，吴神婆，好久不见了，还是那么硬朗。谢谢啦，托你的福。雪芬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跟郭老师来做家庭访问啦。啊？哎，这边呢，跟那边都是哦。你们把药配一配，赶快就喷了。林远，哎，邱先生，你来了。你好，雪芬啊，你下来一下。他就是林老师的父亲哦。也是林志宏的爸爸，林议员。林远，听说你免费帮茶农喷农药？没有啦，是因为这个人只会奔着头干，不会赚钱。我们都老朋友了，我不帮他，谁帮他？服务选民也是应该的嘛。我们来拍张照片了，来。谷阿明，桃园都喷农药了，以后美术课不能再缺席哦。好。都快要比赛了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好好练习。老师要派我去参加比赛吗？对啊。真的？不派你，要派谁啊？这份代表人选的名单，我还是有意见。郭老师，前面你已经提了不少意见了，可是没有人在听。校长，你说过美术班是由我全权负责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好了，你负责美术班的指导，人选问题仍由我们大家举手表决。郭老师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请你表示尊重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尊重我的意见。我云天，我还是要重申我的坚持。四年乙班古阿明，他绝对应该代表四年级参加比赛。林志宏也不错，但是比创意还有童趣，他就不如古阿明了。拜托你，郭老师，没有知识也应该有点常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出去干什么？是代表学校的模范生，好不好？哎，论品格，论家世。这古阿明怎么和人家林志宏家比啊？啊！你们说比比什么？你们现在到底在比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站住！哎哎哎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Yeah.
奶奶，以后我画图赚大钱，我要买很多新衣服给你。真的？哦，谢谢了。还要盖大房子给爸爸住。不用，等你盖好，我都已经老了。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会做代表呢？郭老师他说我就是我。哼。吴阿明，应该是你，我们班的代表，应该是你。吴阿明，吴阿明，干嘛啦？我们去跟郭老师说，明明是你比较厉害。我们去跟郭老师说。干嘛啦？吴阿明，吴阿明，干嘛？你干嘛啦？干嘛啦？阿明，你怎么啦？干嘛啦？你要怎样啦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讨厌死你了。都是你害我变成不是第一名。哼，我也想画得像你一样，可是没办法啊。你到底要人家怎样？你是不是没有被选上做代表？嗯，顾老师又不是土地公啦，那有可能有求必应。那就是大人家啊。阿斌，男孩子哭成这样，能看哦？没选上做代表又怎样啊？可是顾老师，你怎么知道顾老师没有选你？成这样脏兮兮的，不要哭了啦，快去洗把脸吃饭了。嗯，妈，我明天不想去学校。嗯，要不然你明天来帮忙抓虫好了。还要抓哦？不是已经喷过农药了？哎呦，那是喷给记者看的啊，怎么会有用？喷农药的茶哦，人喝了也不好啊。是哦。阿明啊，郭老师这么疼你哦，你不可以怪他哦，知道吗？这又回归正统了。既然你们要做正统，就照你们的来吧。我们乡下的地方就适合这个，就怕郭老师你不太擅长。嗯，
先生，你好。郭老师，这么早就来了。古先生，我找古阿明。找阿明哦。好好好好。阿明，郭老师找你哦。郭阿明，阿明啊，老师来找你，你躲什么躲啊？阿明啊，你爸爸在叫你啦。你拿什么态度啊？没事没事，古先生，我找阿明说一下话。啊，好好好。郭阿明，郭阿明，郭阿明，算了，我妈叫我不能怪你。郭阿明。老师，对不起你。你这样不用了，搞不好我根本没有老师说的那么好。老师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，你要相信自己的才华。可是我又没有被选上。那我们就自己去。去哪里？县比赛算什么？我们去跟世界比赛。世界。嗯，世界。我们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，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。世界冠军？是风雨很大吗？比赛会大吗？就这么说定了哦。嗯。好好画。没问题。古妈妈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阿明啊，来。老师刚才跟你说什么事情啊？男人的秘密不能跟你说。秘密。高兴了哈，三年甲班魏子晴，铜牌奖五年甲班林俊林，银牌奖四年乙班林志宏。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刻啊！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终于结出了美丽的果实。本年度全县学生美术比赛，本校一银两铜三佳作，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来来来，我们两个上，来来来，范老师、张老师的，一起来。范老师、王老师，我也要拍，来来。选举要到了，又要麻烦你喽。哎呀，看您说的，林议员对当地的付出啊，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扶助您连任成功。哎呀，您看呀，那老校长马上就要退了，到时候还得麻烦您。放心啦，这里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争这个位置。哎呀，谢谢林议员，谢谢。大家拿去福国西服店做，不用工钱。好好好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老师。
老师，您怎么在这里？老师好。同学好。郭老师，您真厉害！哎，今天你应援在家里面请客庆祝，你应该去做主角啊！啊！<笑>我跟你说，我儿子一回来就跟我说，没见过那么大的奖牌，哎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哦。<笑>没有啊，哪里？<笑>哎呀，了不起啊！全镇的人都感到很高兴呢，真的哦。那个不是我啦。 学芬，向大家拜托。请原谅我采取这样的方式，跟你说再见。其实，当初决定来这里，只是想把画画的快乐传达给孩子们。等有一天他们长大，碰到了烦恼，会遇到难关时，可以用画画来舒缓心情，然后继续面对人生无数的挑战。 本来只是这样而已，但我却因为一次的比赛而迷失其中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过的事和对他人犯过的错负责。我对代表全知征所采取的方式，对你和学生所造成的伤害，正是我犯的错。学芬。 可以请你帮我把这幅画寄出去吗？谷阿明的这幅画画得很棒吧？只是想到这一出手，关系着谷阿明的未来，我又退缩了。夜很安静，满天星星。 就像我们那一天在山上看到的，似乎一伸手就触摸得到，但是又好远好远。请你帮我多照顾谷阿明，要保重自己。云天，我要给我妈，这是一个弟弟给我。好啊。
然后叫他古大树。那如果生妹妹呢？一样啊，叫古大树。哪里生起这种怪名字的、啊？没关系啊，我妈妈一定会生一个弟弟给我。哎呦，这些老鼠咬死这么多小鸡！妈咪，妈咪！啊，你这只猫什么都吃，去上学了，死鸡也在吃，进去了。看到猫咪呀、啊，那只猫啊，早上一颗鱼头才被它叼走的。猫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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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！你在干嘛？敲碟子敲碗，要饭的啊？还不快吃！
师傅。哦哦，老师啊，哎，请进请进。怎么有空来呢？我们来看谷阿明了，他在里边睡觉。哎，请进请进。他怎么这么多天没有来上课啊？哎呀，他感冒了。什么不行了？要赶快送医院。阿明，你们看，这一大片肺部都被病毒给感染了，这是急性肺炎，是感冒发烧引起的并发症，怎么现在才送来呢？医生，拜托你一定要帮忙，钱不是问题，一定要用最好的药。拜托，拜托了。好，尽量试试看。明天。真希望这个时候有你在身边。顾阿明生病了，急性肺炎，因为太晚送医的关系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点去看他的。云天，你可以抽空来一趟吗？真希望可以赶快见到你，雪芬。教务处报告，教务处报告，刚刚接获教育局通知，本校四年乙班古阿明小朋友荣获世界儿童美术比赛优等奖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全校师生感到与有荣焉，报告完毕。听到啊，阿明，你得赶快好起来去领奖。古阿明，这是要送给你的卡片，这里面有全班的签名哦。古阿明，祝你早日康复。阿明真的很厉害。阿明，你在干嘛？画图啊。你哪里不舒服？阿明到那边变成一个女生，照顾阿生。那里的天气很好。我呢，只要住在另一边，我住的这里偶尔可以下下雨。
喜欢下来。对了，阿米，你得到世界冠军嘞！我躺在山坡上，享受阳光，一点就足够，就像是唱唱久久。攻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，因为曾经感动了全世界。老师也是，为什么不是古阿明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是我？算了，我妈叫我不能怪你。古阿明，老师对不起你。我们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，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。等老师有一天带你走遍全世界，你就知道啦。你要带我去全世界？嗯，老师的梦想啊，就走遍全世界，画遍世界的风景。到时候，老师很希望有你一起作伴。都可以哦。随便啊。好，打哥哥。我们握手，像男人的约定一样。老师，那我想跟妈妈一起去。可以。我们一起带猫咪去好了。
好像念。阿鲁啊，这是小二，我们是念小朋友的妈妈介绍过来的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课啊，我有礼拜四下午跟礼拜五晚上，礼拜四上午理解啊，是从10:30到8:00，礼拜五晚上就是晚上7:00到8:00。哇，好猛的宠物哦！你帮我拿那个相机好不好？嗯。很好。一张画纸啊，竟然不够让他画哎！我小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说我会画画，可是其实每次要填满一张画纸，我都觉得压力好大。是啊，拿下它，你看，想都不用想，画得又快又多，而且又有趣，还画到桌子上去呢。就像古阿明一样。对。就像古阿明，你看，他们都是古阿明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下课喽！耶！下课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！再见再见再见，拜拜。啊，你好，请问郭云天老师在这里吗？哦，你找郭老师啊，等一下我去叫他。谢谢。郭老师，有人找你。哦。郭老师。郭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姓古，我是古阿明的妹妹。你是古大树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这笑话我听我妈说过。古阿明有妹妹啊？我哥去世那年出生的。有有有，我还记得古妈妈怀孕的样子。你好，我是林志宏。林议员的儿子。是。那你姐姐林雪芬老师也在这里吗？哦，我姐结婚之后就搬到荷兰去了。哦。你爸妈还好吗？你奶奶呢？奶奶走了好几年，还种茶吗？我爸说他只会种茶。妈妈看到报纸就认出郭老师。你跟古阿明长得一点都不像哎。大家都这么说，只有我妈说我笑的样子跟我哥一模一样。这就是那张我哥得奖的作品吗？嗯，郭老师凭印象把它做成了版画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古茶妹。好可爱的名字哦。